伸展到社会化的四个空间。刚才我们三位接受采访，都通知我们在社会所贡献的力量，其实这些力量从哪里？从老师的教育。
下，我们今天的影片看得还可以吗？哦，让大家回忆以前我们大学的一些种种的历史哈。那有很多，可能你以前那些时阵没有，我们没有影像的记录，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学长呢，他们的口述，他们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一些故事。所以我们很谢谢我们今天在现场，我们李议员、我们的蔡耀跟我们蔡学长他们跟我们告诉我们以前你学校时阵，你是爬车时阵，你好好来介绍下面物件好来，继续咧，咱就要我们今天有一个